冬至来临，今天不仅是重要的节气，也是我国的传统佳节。爸爸，为什么冬至会从一个节气变成节日呢？在先秦时期，人们把冬至这一天当作新年的开始，人们在这一天合家团圆，祭祀祖先，所以冬至啊就演变成了冬至节。快去洗脸，把千仔也叫下来。千仔哥哥，饺子下锅了，快去吃饺子啦。等一下，我正在做小暖垫呢，马上好了。冬至天冷，我们给精灵们送点御寒保暖的礼物，你准备了吗？当然准备啦，你等着。嘿嘿，平度妹妹，还是你手巧。好啦，快下楼吧，我们吃完冬至饺子还要一起去送礼物呢。哎，冬至到，节气忙，家家户户喜洋洋，包饺子香又香，咕噜咕噜锅里放。肚子饿，饺子香，吃不到我心慌慌。心别慌，进村庄，我带你们吃光光。吃光光，满当当，吃完饺子来碗汤，好日子不嫌长，我们老大是大王。老大，走，老大带你们吃饺子去。吃饺子去了。老大，等等我们。哇！呜！冬至快乐！这是我和平度给你们准备的冬至礼物。还有饺子，谢谢你们！蜗牛，别睡了，起来吃饺子了。饺子！快来快来，我们一起吃饺子。好像还少了一个。物候相依，节气归位，苏醒吧，沉睡的精灵。是的，啊，慢着，啊，没关系，看我的，烈阳，更好吃了。你们慢慢吃，我和青仔还要去宗家庄的年画工作室。年画，我想去看看，好像挺有意思的。你们陪冬至弟弟去吧。我要留下来研究节气仪的修复方法。嘿！啊，饺子，饺子，我还想吃饺子。是啊，刚刚那一点还不够塞牙缝的呢。你们俩去，把整条街的饺子都给我收集过来。是，老大。老大，完成任务，整条街都没有饺子了。饺子呢？在我肚子里。那我们的呢？怎么，害怕本老大独吞？我回头吐出来给你们。一张年画一出戏，不入戏来也入迷。东一张，西一张，贴在屋里亮堂堂。走，去做年画去。太冷了，饺子都凉了。没关系。看我把它们通通变成尖角。我们宗家庄被称为民间艺术之乡，这里出产的年画在全世界都很有名。你们可别小看了这些印版，
这可都是有着200多年历史的文物。啊，真厉害。没控制好能量。没关系，应该还能吃。不信我吃一个给你看。我们别光顾着吃饺子了，去看看青仔和平都的年画吧。有饺子，是天兽，追。老大，我找到了一盘饺子，不过这饺子好像烧焦了。你怎么不早说？是你呀。你怕什么？我已经恢复一些能量了。老大，赶快跑啊！跑什么跑？就在这里等他们过来。你们俩一左一右，准备包围他们。老大威武！春生，这门马可打不中我。还是老大厉害。春生。他想逃走。想得美，给我回来。够了，这个是假的。现在才发现晚了，看我们的组合技。春生，能量消耗过多，我休息一下就好。你快去帮他们。寒搭，看我把你的冰全都化掉！暖风，招来！暖风停，够了，快停下！哎呦！寒风凛冽！异形幻！烈阳，我怎么忘了我的技能会抵消冬至的寒风？没事，我再动它一回。你也没有能量了。我们来晚了。他们援兵来了，撤！你们都受伤了。我们先回基地恢复能量。嘿嘿，老大，我们又找到一些饺子。干得好，这下我就能恢复更多的能量了。这些饺子还不够老大塞牙缝。老大，赶紧看看节气宝典，还有什么东西要找。你说的对。这盘饺子怎么这么少啊？不管了，我已经看好了。宝典里说，附近还有西红柿，能补充好多能量。走。小朋友们，我是冬至精灵。你们知道冬至是哪一天吗？每年公历的12月21日至23日间，就到了一年24节气的第22个节气——冬至。这是一个天文类节气，这天北半球白天最短，夜晚最长，所以冬至也叫夜长至、昼短至。在这寒冷的天气里，农民们依旧要辛勤地劳作。空闲的田地应及时翻土，北方的麦田应适时追肥，遇到干旱则需冬灌，南方相对暖和，农作物则会继续生长。农民们要及时的清沟培土，施肥防冻，冬至还是进补的大好时机。为了增强抵抗力，小朋友们可以多吃些大白菜、鸡腿菇哦，荸荠、藕、梨等也很合适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节气小知识你们记住了吗？